我现在在看 Reddit， 我觉得 Reddit 就是我的能量源泉。我一般都是，就是有困惑了都会来这儿看一看。现在呢，在我公寓里的这个 lobby， 然后呢，这个后边还挺漂亮的。今天呢，主要还是收拾东西啊，扔一些垃圾。其实有时候呢，不舍得扔东西，无外乎呢就是两个原因，一个呢是对过去的执着，另外呢就是对未来的不安。不过呢，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好的，所以呢也没什么好舍不得的，就尽情的扔吧。反正呢，之后这种好的东西都会融入到你的生活之中的。然后给你们看看这里边吧，然后这有顶灯，还有一台电视，不过呢没有什么人看。然后这边呢有沙发，还有一个小桌子。然后这边呢是吧台，然后这边呢是一个不知道什么的一个装饰品。这边呢是沙发，然后还有一个小桌子。然后这边呢是两部电梯，然后还有人扔的包裹，然后还有垃圾桶，基本就是这样子。侧呢还有一点点东西，然后这边呢就是门口了，这块呢是那种消防的东西吧，反正消防员来了会按这个，然后有时候消防警报响了灯会亮，就是这样子的。这样看是不是还挺好看的。然后这是大厅门口，那就是在这儿拍的视频，然后那块风声太大了，噪声太大了。然后现在呢是我在我家的阳台上，然后俯瞰下边，感觉就是站在上帝视角。这是我们对面，然后他们已经搬走了，里边是空的。这窗户超级大，然后白天在阳台上其实挺晒的，就是采光超级好，白天呢都要拉着窗帘。然后楼下这个阳台布置的还挺好的，顶层呢还有一个走廊，然后可以穿过去。
给你们看看我厨房里都整理了什么东西吧。这里面放的是干蘑菇，然后这个盒呢是宜家买的，然后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用，哎，它就是那个压土豆泥的，这真的用起来特别有效率，这个很快就碾成泥了。我之前做芋圆的时候有时候用它，这个用起来真的特别快，然后特别方便。然后给你们看看这个老古董吧，这个水壶呢，不夸张的讲，是我小学的时候用的，可能到现在都20年了。然后这个贴纸呢，是防水那种贴纸，贴的好牢，你看下边都磨成这样子。这个水壶呢是 Zoji Roshi， 就是那日本的牌子，这个颜色真的超级漂亮的，它保温效果特别的好，就是千万别放特别烫的东西，要不然可能一天都喝不了。里面还有什么呢？这些是我妈给我带来的辣椒，到现在都没有吃完。这个东西当时很便宜我就买了，好像是跟调酒有关的，我也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，哈哈。然后呢，这个也是宜家买的，它呢就是可以撑开，然后放杯子啊，或者放碗什么的，可能放盘子比较合适吧。它能折叠的还不错，可以把它收拾起来了。这边还有一个宜家的东西，就是这个案板。我觉得这个案板呢，其实我没怎么用，只是拿它当个摆盘吧，就上边呢铺个纸，然后摆一点水果，感觉还挺小资的。但用它切东西我倒没切过，反正它特别的干净，因为呢都没怎么用。今天呢准备再扔一双鞋，然后这双鞋是 H&M 的，它的样子呢还可以，然后是这种斜着这种绑带的，然后现在已经很脏了，然后这后跟呢也是被我磨得乱七八糟的。它是 H&M 的 premium quality， 其实呢质量其实还是不错的，不过呢这种鞋又不是很贵，然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，准备把它扔掉了。穿上脚呢是这个效果，其实呢还是蛮好看的。这还有租优号搬家的，他们那个床垫我看到已经掉在地上了。我现在呢在清洁地毯，这个使用起来真的特别方便，就是把这个杆子插好，这个水呢上边是有刻度的，这个呢是水位线，然后加上清洁液，然后把它装满，然后水呢最好用热水，把它放到里边。然后呢这个侧面是电源，然后这边呢有三个旋钮，然后分别呢是你要怎么样的清洁，分别是就是最大，然后深度清洁，还有快速清洁，然后可以调来调去的。然后它的原理呢就是这边呢先喷水，然后把地毯喷湿，然后呢这个清洁液呢能溶解地毯中的脏物质，之后呢再能吸水，然后把这个脏水抽出来，然后呢就是你推着往前走的时候，它都是只有右侧这边喷水，然后左侧是没有的。然后后边的，哎呀，侧面呢有一个按钮，然后这个呢特别贴心，就是呢现在呢是关的状态，然后呢你就是按一下，可能开的时候才能按吧。然后是打开的状态呢，它就是自动喷水，然后自动喷水呢就是这种效果。
这个吸尘器别看它这个喷水的这个管特别小，其实还蛮有效率的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有一个小技巧，就如果碰到这种边边角角，就这种墙的话，就把这个自动的要提前关掉，要不然的话可能这个边缝会积很多水，这也算一个不算技巧的技巧吧。然后现在呢，这个水已经不是很脏了，我觉得差不多呢就要搞定了。然后这个地毯呢，清洁完以后要晾8个小时，就是说呢，你最好隔一天或者呢等一个白天，然后它才能干透。就这样子吧。地毯上有很多这种黑的这种球，然后还沾了一些头发，这个反正吸是吸不上来的，然后准备把它扔掉啦。最后呢，来简单总结一下，这个地毯机真的很好用哎。别看喷水这个喷头呢特别小，但是效率还挺高的，然后它很快就可以把它喷湿，然后呢你往回拖的时候，它基本上就能把那个水分都给抽干，然后即使呢你之后踩的地上有一点湿，但是呢就再也抽不出来水了。然后呢就是因为放的是热水，然后刚开始擦地的时候呢地上还是有种热热的感觉，现在呢只需要等待8个小时让这个地毯干透，然后呢就大功告成，可以放家具咯。现在在装柜子，这个桌子组装起来是这样子，然后我现在当成自己的书桌，然后之后呢吃饭的时候把它推到中间，然后刚才呢在85°C 买的他们家的咖啡，然后这个呢上面是海盐，然后底下是咖啡，还挺好喝的。